你今天有弟弟哦？哦，我今天来办礼金啦。哎，来义诊。啊，你面相啊？嗯，那个。我等。义诊完，我们都会送药给去看病的这个乡亲嘛。那发现到他眼睛红红的，就是有流血的样子嘛，哈。啊，额头也流血，啊，头顶也流血。我说你怎么啦？哈，阿姨讲。嘛唔知啊，可能是灰尘啊啥安尼去用到啦，我就应该可能是细菌感染，因为我看他衣服好像脏脏的嘛哈，啊头发也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干净，可能会有细菌感染或什么。我说你那个眼睛要赶快去看哦，要去看医生哦，不然的话那个眼睛到时候是没有办法医治，会报废掉啊。当时上面会漏水哦，还会漏水哦，哦，你真的有。老师，我这刚刚灰尘飞，擦乌飞，啊，那个就是，啊嘛无啥，敢那飞机安尼，拢是用。对啊，你这样子打扫也不方便啊。好，我们就下次来，你看医生，你去跟医生看医生，然后我们帮忙打扫，好不好？再继续看。好，再继续看。看他这个样子，然后家里的环境又是这样脏乱不堪呐、啊，那。看得也真的很不忍心啊，也没有亲人在旁边啊，所以我想如果慈济不做的话，谁来做？不怀疑吗？我们大家就可以围在一起唱一首祝福歌给你。哦，这么好的家，哦，差点哭出来了，不用哭了，就感动啊。对啊，你这样看哈。出来，你看我礼拜啊。他就独来独往啊，包括说他。像种这个哦，这么多土在堆在这里，哦，把水沟也都堵住啊。之前我们也试着跟他沟通过，可是真的是就是没办法处理啊。哎，非今天他就很和气啊，我就觉得你们来他就很和气啊。伊都感觉哎呀，他这样子今天就很好。我今天看他状况真的很好。这个囡仔吼，啊，有人哈、哦、多人的跟他关心，跟他互动哈。哦应该是越来会越好了。